进去，莎莎，豆豆在等着我们呢，有好事儿、啥好事啊？豆豆要钱我吗？想得美，前面路口有人在卖快递呀、一个只要20块、白激动了。空空啊，什么卖快递的？啥子情况嘛、就是卖那些无人认领的问题快件儿。我咔咔，里面有福利吗？哎呦，莎莎呀，瞧你那点出息，要不怎么说你不稳重呢？一点不够大气上档次，像我这种老司机就不会看上你那点小福利。姐姐，你不知道，刚才有人花了20抽了一个，抽出来一个手机呀、那还不上天呢？是啊是啊，听说里面还存了100G 的种子。100G 的种子呀、恐怖啊！常言道，活到老学到老，咱也去抽一个，涨涨薪资是，又能发缺了，想想都开心的。空空啊，什么百度网盘、迅雷种子的，我啊存了不少，就是我一直靠右手为生，现在啊我想转个型。莎莎，来来来来，还转什么型呀？你花20块钱直接抽一个，万一抽个女朋友啥的，单身问题就解决了。有了女朋友就不用死在自己手里了啊！那我们赶紧抽吧。莎莎呀，你别急呀、我能不急吗？快件那么多，女朋友多的是啊！你在这里等着，我们替你抽啊！我们也走了，终于可以告别右手了。快快快！莎莎也来了，你的女朋友就在那儿。我胸大，我先抽，我先抽，我先抽，起开！让我先来，围了这么多人，我看这背后肯定有肮脏的屁外交易。看你妈逼，快去抽啊！对你快去抽啊！好，我去了，豆豆，我抽了一个。这个能开出个啥来？这个肯定是我的女朋友。对，很有可能是个漏气儿的。那我也要，我再去抽。豆豆，我给你抽了一顶绿帽子。我操！太刺激了，惊喜总是这么措手不及啊！空空，帽子有了，我还缺套情趣内衣啊！放心放心，马上给你抽，妥妥的。你要什么颜色的？什么颜色？就绿色的吧。普及绿化，传播正能量啊！这次我可不要漏气儿的。No problem。所以说嘛，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头上必须带点绿。空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说好不漏气的女朋友呢？不会又让我白高兴一场吧？空空醒了，空空，到底是哪个龟儿子把你打成贼样的？是谁呀、什么快递清仓大处理，根本就是骗人的啊！那你怎么不怼死他？我倒是想怼，可摊主是个女孩子。想不到空空平日里一副屌丝样，到了关键时候竟然还是个温柔 boy。 你想多了、其实是根本打不过他。空空啊，你给我们说说这到底啊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快递公司告诉我，问题件他们绝不会私自处理，这些都是假快递，里面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，专门骗人钱的。什么营销手段？吓得我都合不拢腿了啊！什么欺诈消费？那我的绿帽子还能用吗？能。哎呀，什么销售噱头？果然背后有着肮脏的 PY 交易呀、什么关注一封之音？快拿我的手机来，微信添加好友一封之音，